即将于5月1日举行的滚石30鸟巢演唱会上，已经解散快2年的花儿乐队将重新组合。目前他们已经开始为演唱会进行排练。这么久没有同台演出，这四个人还会像以前一样默契吗？咱们先合一下试试啊。当天花儿乐队排练了他们将在滚石30鸟巢演唱会上演出的《放学了》《静止》和《破灭》三首歌曲，这都是他们在滚石时期的作品。这次的滚石30鸟巢演唱会与去年的台北场相比，除了规模更大以外，还加入了许多内地歌手，重聚的花儿乐队就是其中之一。绕着电视垂死坚持，在2点半消失，不希望有人来陪希望各位呢，因为本身这些歌呢会代表一些人的回忆，我们也希望呢在台上跟各位一起共勉，是这样的。嗯，如今虽然花儿乐队中的四人都各忙各的，但私下里他们还是会经常聚会，而除了这次演唱会，他们也希望以后每年都能有一两次一起演出的机会。